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斯。那喜欢我的频道，拜托各位可以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哈，记得帮我分享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分享影片出去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抽这个台服的仙剑卡池啦。今天是1月7号，已经过了半夜12点了。好，我们来开抽一下，能不能抽到这个两只角色呢？在入服的时候呢，我已经抽到了这个灵儿，五星灵儿。那我们在台服看看能不能抽到五星月炉，希望不要啦，希望可以几抽就把它解决了。好，第十抽，紧张。我已经很久没有抽了，上次抽是抽什么啊？方云吗？不是方云，云香跟玄宇，是入服的时候。台服那时候抽谁啊？诸葛爱、鹦鹉血吗？没中，坑。其实我现在精神不是很好，有点累。我觉得应该会90抽才保绝品哎。最近运气不是很好，感觉是要黑咯。第30抽，然后今天还下大雨，超麻烦的。哎，中了！哈哈，巨蓝绝！天哪，好快哦！你知道为什么我没信心吗？因为我今天免费抽的时候出了夏侯仪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很担心。欸，两个吗？刚是两个啊，我没看到欸，两个吗？既不回头，何必不忘？既然无缘，何须誓言？不会是两个灵儿吧？哇，会不会一下就结束了？不要啊，不要两只灵儿啊！如果各一只，那我就省了哦。紧张哦！昨日种种，我心深重。30抽各一只下班。Yes， 轻松啦。等一下，那我问我朋友要不要帮他抽好了，不然太快了。有谁比我哦？这张我要截图。好，今天影片就这样，30抽结束。今天影片多短啊？四分钟都结束了。好，就这样。OK， 我们继续抽好了。啊，缴械五星真的很高。我那时候抽仙剑的时候，我抽月想要抽月炉，然后一直抽不到月炉，我也是很后面才出月炉的。还好后面有出，再割一只太难了啦。再出现一只真的太难了。对，入服的时候我几乎是全梭哈了。然后到很后面干掉的时候才出月炉，我都晚上开台的啊。
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我都是晚上开的。因为我想要继续留着啊，因为后面还有那个《聊斋志异》啊的联动，我后面还有方云、云香、玄宇。哦，后面好像都没中了。哇，会不会把后面运气全部吐回去？剩多少了？那些至少我都有了啊，没有了。下趴了，欸，很衰欸，到时候不要歪掉，歪掉就很干了。干烂死了。好像下一次好像是铁手方云，然后再才是赵佑跟赤练吧。有了有了有了，每场反正我都有了，歪掉就算了。哎，身材身材身材，又身材，哎，如果又各一只，如果没有又各一只哈。真的是神话了，哦，真的是神话了，哦！我就跟你们讲，你们都不听嘛，说每次都没群主，有没有说要给我抽？每次都说要给我抽，你们始终没有一个给我抽，有没有？结果嘞？结果咧，我都中了啊！你们都不要吗？嗯，没办法啦，早就跟你们说过了，真的是没办法。Yes， 灵儿没歪。哎，如果又是月如哦，我的影片也不够上一下，发烧一下。哎，如果是月如。如果是月如，麻烦各位给我刷一波漆好不好？好，不过哎，欸，我再讲一下，如果只要是月如跟灵儿，哦，刷一波漆就好，好不好？那我开心一下，哦，那我开心一下。同一只，如果是同一只，也要刷漆吧，至少没有歪啊，对不对？只要不歪，不歪，我觉得都可以。只要不歪，我觉得就很强了。哎，欸，现在多少？应该是100抽。一百抽，我看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哦，110抽，只要这一次又不歪，哎，值得说一波七的吧，刷一波七的吧。啊，我连我都紧张了。如果真的是哈，我明天买乐透。好，灵儿不是月如。好，110抽。110抽，好了，至少没歪啦，至少没歪。欸，有点多欸，这个漆有点多。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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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，反正至少没歪啦。110抽，110抽，30额。结果月如，欸，月如反而很难抽，对不对？反正第30抽双蛋黄吧，然后在第110抽双灵儿。感谢各位，还不订阅下去？没订阅的人麻烦先订阅，有订阅的就不用再按一下订阅了。我是觉得灵儿会比较好用，欸，不是不是灵儿，讲错了，就是月如会比较好用。我觉得啦，我觉得月如的实用性蛮高的，对。灵儿也是 OK 啦。好，
这支影片呢，就是110抽没错了，110抽，然后第30抽双蛋黄各一支，月炉跟灵儿，然后第110抽双灵儿，哦，也是双蛋黄，双蛋黄，好了，就这样子。